周董捐百万现身打气 ，JJ 天籁为商友。Hello， 赵翔，我是杰伦，这边要为你加油打气，希望你可以坚持下去，靠你的意志力战胜这些疼痛，然后我们会替你祷告。八仙乐园上周六尘爆，造成500多人受伤，周杰伦今天为伤者现身打气。加油的对象是全身80%近3度烧伤的陈兆翔。据悉，他听到周董的留言很兴奋，还请家人反复播放。陈兆翔的妹妹在脸书上感谢周董，感谢周董为我哥哥加油打气。兆翔明天开始终于要开始清创了，有了周董的加油打气，相信他一定会更勇敢面对。林佑轩，我是杰伦，这边呢为你加油打气，希望你不要放弃。简于婷，你好，我是杰伦，这边呢为你加油打气。希望可以赶快渡过难关，希望伤者一定要听偶像的话，不要放弃啊。周董另外也捐了100万给新北市社会救济专户，真的很希望你们的伤痛可以赶快过去，请你们一定要相信，你们一定会好起来，我们很多人都在为你们祝福跟加油。杨丞琳也有歌迷因为尘爆受伤，她既心疼又难过，只能录音为他们加油。流星坠落了，天空依然在等着你许下一个心愿。JJ 则和音乐人罗文玉合力创作歌曲 I Pray For You， 为伤者加油。总会好的，总会好的，别轻易妥协，梦想依然鲜艳，等你将故事改写。 I care for you， I pray for you， 浴火之后重生。苹果让赖，大家一定要加油报道。向苹果爆料最有力，照片1000元，影片2000元，奖金送给你，我再捐款。每周点阅数最高前3名就送你 iPhone 6手机。人人都是记者，爆料一举数得。爆料请打电话或 APP 电邮等各种方式。